以肃父子。1973年开始学棋，作为一个优秀的棋手来说，在形势不利或者遇到困难的时候，要有很坚韧的意志，这样机会就会打得不错。18岁的时候读大学到杭州去，出去已经有28、29年了。回来以后呢，发现嵊州有很大的变化，尤其是在城市建设方面。经过这么多年，嵊州人民的淳朴好学的样子没有任何改变，而且变得更加的开放包容。
之末，最早发现就是甚至陕西，就是跟着我的53年。这个东西就是要知道的时候，把古代的东西也要传承，新的东西也创造，就是得到天命的东西。